忘记拿几条线？两条线，你自己没有验。没有。当你现在看到两条线的时候，你们两个现在心情如何？很想哭。哎呦，赶快去神救援！这是你们两个结婚几年了？他哭了耶。刚结婚，但是在一起10年。十年第一次验报两条线吗？之前都。十年哦。十年3600多天，终于等到这个两条线，难怪他会哭哈、哦！恭喜你已经忘记，高兴到忘记，你要还我2块钱。恭喜恭喜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哈、哦！我记得来，就你假定定小心抓一大把。我以为他的10天前，我跟你先生拉这一条，那时候你会不会怀疑这句话？感觉有点难，但是我们用两条线证明不难，一次就成功。我们博物馆科之所以一直强调一次成功，就是这个过程哦，太太太压力太大，又要花钱，也不晓得会不会成功，也不晓得要做几次，所以我们都很强调一次就要成功，赶快让你脱离苦海，别哭别哭，好，谢谢，下次记得还我2块钱，好，好，恭喜恭喜。